阿奶，你即摆当作无代志啊？你搁食落，可能去啊？你嘛在笑我呢呀？阿母，阿早。我哦，即摆无想要看到你，你去边啊？起来，起来！ 啊是安怎啦哈？啊，七八十岁还火气遐尔大，来来，你遐坐，食袂。啊，唔对，是美金呢。应该爱活起来的人吼，是美金啊，哪会是美玲？阿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上少是你的亲祖孙啦。阿妈，我等下再食就好啊。你做你食，来来，阿妈来恁个菜，嗯，进来。 你家坐好，看阿雅安，即马好好听我甲你讲话哈。我今仔日吼要娶我一个好姊妹仔伴去病院提囡仔。啊，若讲有这个阿官吼，实在是有够可怜。伊真无细腻，真无注意去有迄阿多阿囡仔。啊，你甲想看嘛，伊才二十几岁囡仔，年纪轻轻，免哪有栽掉饲家己的囝。 我是甲迄个笑医生，安尼有喙，甲讲甲无烂，伊真无简单才答应要去提囡仔。啊，你是讲煞袂啦哈？啊，人咧讲食饭皇帝大呢，啊，你要讲这一定着爱伫咧食饭，啊，伫咧囡仔面头前讲遮许啦。哎呀，母啊，这就是现实的社会啦。啊，若咱做时代吼，都爱量早甲遮个时势讲，讲这现实哦是偌尔啊残酷。 才袂害因讲安尼哦，年纪轻轻啦，七少年八少年都咧小谈恋爱啦，咧小查甫啦，尤其是你啦，我咧见过哦，天下诶哦，所有诶查甫某侪是好梦啦，那咧爱你诶时阵哦，啊，是讲安尼天花乱坠哦，啊，若是无爱你诶时阵哦，甲你躺咧天边啦，知无啦？ 行啦行啦，到啊！哎呦，啊，等你是咧紧张啥货啦？ 啊，但是医生吼，老风老经验是足丰富，你吼就当作入去内底困一下中昼，啊，等你精神了后，伊就甲你处理甲清气啊清气啊，行。哎呦，免紧张啦，等我已经从过几啊百人来过，你也毋是头一个，为虾米要惊啦？行啦，小姐，你免紧张啦，这个手术足简单的啦。 我目睭起起，我就会当做了。你较等下吼，你小困一下，等你起来哦，你就轻轻松松，回一个钟头会当转去啊。感谢是嘞。无问题啦，你放心啦，我挂保证啦。哎呀，对啦，安娜，哎，你莫看江苏劳工老呢，人伊是阮迄落阿美利卡大学留学倒转来呢。无唔对。 我就是台湾第一个对美国上出名的这个釜山国学校毕业。原来你是为美国回来啊？既然安尼，就麻烦你啊。咱来去后边，我稍微准备一下。好了，哎。 阿官呢？阿官伊即马伫休困，连咪着咱转去啊！我即间诊所哦，好佳哉有你即位财经爷，敢到三工去介绍人客，以后啊，嘛还阁继续甲照顾咧。
那你都在看你的生意啊？是你的家啦。哦，啊是甲你讲几摆啦，这钱吼都要用皮佬啊落的，是惊人唔知哦。免惊啦，这拢家己人啦。只要你以后啊，加介绍一寡人客哦，啊，这个生意哦，都会更加高啊。哼，好啦，那安尼哦，我先来走。算行，算行。 你先别怕，不要大出货啊！进来啊！喂？啊？进来啊！唉，啊，现在发生这款代志啊？你来介绍迄间诊所。 毋是足有经验的。哎呀，谁知影啦？啊，别人都无代志，小娟就出事。嗯，诶，我听人讲吼，小娟因兜的人即嘛伫咧诊所咧闹啦，啊，伊阁叫张医生吼提供书看是啥物人带小娟去诊所的。那安尼，你认唔着害啊？一条人命，人要讨，嘛无法度害啊。 阿囝无上班呢，临尾吼，你赶紧敲一个电话，你爱甲讲，叫伊要避较远的，唔好小娟因家的人撞到，有听无？好。